到时候进来买票的球迷朋友的话，非常有机会来创纪录。游击方向，这个球要传，有点困难了。内野的部分呢，就需要一名内野手。这个球打到一垒之间，传出去形成安打了。天天奇宝的詹志尧现在绕过二垒，要上三垒。在二局的下半，拉米戈连续两棒都敲安打了，两号球没坏球。这个球结果打到是在二垒方向，接球之后先转传，哎，这边来不及了，想要做 tag， 但是看到二垒手林志祥啊，这个球比了一下之后，转身再传二垒。如果要比，是不是先直接传二垒还有机会来双杀呢？嗯，先直接传二垒，因为这个弹跳比较软弱了。这个可以说是处理抓一个是 OK 的了，主要是没有 take 到。那郭修远的抛垒也很有技巧，